如来说
说声相即非声相佛告须菩提万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须菩提白佛云世尊莫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上句甚是其佛佛告须菩提佛所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世界修补者于此上句能生清净以此为是当知是人不与地佛而佛生死无佛而众生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中诸善根闻是上句乃至一念生清净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无得已不是诸众生无我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而已不是诸众生若心具相即为作我人众生受者若须发即作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若去为法相即作我人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去法不应去为法以是以不如来常说如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法相应舍何况非法须菩提云而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说说法耶须菩提耶如阿揭佛说说亦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说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现身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须菩提因而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其法亦用不是世人说的不得名贵多不须菩提愿生多世正而已不是不得即为不得心是苦如来说不得多若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此句地等为他人说其不生彼何以不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为佛法者即为佛法须菩提云而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佛须菩提言否也是真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如流而无所入不如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云而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佛须菩提言否也是真何以故须陀洹名以往来而是无往来是名须陀洹须菩提阿那含能作是念我的阿那含果佛须菩提言否也是真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是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云阿罗汉能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佛须菩提言否也是真何以故是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即为作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的无尊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地狱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地狱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世尊者不说须菩提是要阿难那等
这一须菩提是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要阿难那含佛跋须菩提，于一云伽如来悉在燃灯佛说于法有所得，否否也是真如来在燃灯佛说于法是无所得，须菩提于一云伽菩萨庄严佛土，否也是尊来一不庄严佛土，则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因诸色身清净心，不因诸色身心，不因诸声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翁郁因而是三味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事庄严已不我所为甚是名大乘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一一云河四诸恒河沙林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事尊难诸恒河三多无数阿光提沙，须菩提我今是言高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起发恒河说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一样不是得不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是经中乃至受持是具体等为他人说而是不得善见佛的，不是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是具体等，当知知足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今难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而是须菩提，白佛云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我告须菩提此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持，所以则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佛，须菩提白佛云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甚是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云何？可以三世而相见如来佛，否也是尊不可以三世而相得见如来佛，以故如来说三世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世而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不虚，若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是具体等为他人说其不甚多，而是须菩提闻说是经甚皆以具体类悲喜而白佛言：悉有世尊，我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为甚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不有人得闻是经，心性清净，即生思想，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思想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是相。世尊，我听得闻如是经典，心接受持不住为难，若当来世毫无悔罪，岂有众生得闻是经心接受持，是人即为第一稀有而已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
萨的相，所以这毫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的相即是非相，可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我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不有人得闻此经，不见不过不为当知是人生为喜忧。可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人诸波罗蜜，如来说非人诸波罗蜜，是名人诸波罗蜜。可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离王歌劫身体，我于二十五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可以我与往昔皆皆知皆知，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成恨须菩提。有念过去于五百世作人如仙人，于二说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第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应诸色身心，不应诸声香味触法身心，应身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为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诸色不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诸色不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即为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于者，是于者，如于者，不诳于者，不异于者。须菩提，如来说的十法无是无虚。须菩提，若菩萨行住于法而行不施，如人如幻即无所净。若菩萨行不住法而行不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众众色。须菩提，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一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诸日本以恒河沙等身不施，终日本不以恒河沙等身不施，后日本以以恒河沙等身不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不施。若不有人闻此经典，心心不离，即不生彼阿观数解受持读诵，为人皆知须菩提，以有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故须菩提，若有小法者，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日是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皆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是经，一切是经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他，皆应恭敬，所以为绕一诸法相而生其处。不是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已经世人亲见故，先是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知八脉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真实无空过。
者若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此读诵此经说的功德与我说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此读诵此经说的功德我若具说者我有人问心即狂乱无一不心须菩提当知此经已不可思议国报已不可思议而是须菩提白佛云世尊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作云何向菩提心我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则当成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的阿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的兄弟为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是无有八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则须菩提于一边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佛也是真如我见佛所说以我于燃灯佛说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是无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如于来世当得作佛阿释迦牟尼一世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如于来世当得作佛阿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是无有法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众无是无须是佛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则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即为非大乘是名大乘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我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度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度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懂得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实不舍须菩提于一云何如来有肉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一云何如来有天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一云何如来有慧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一云何如来有法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一云何如来有佛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于一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婆说是沙婆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一云如意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波世界如是名为多波僧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而说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众心如来悉知何以故
如来说诸心见为唯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须菩提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不是是人地是因缘的不多不如是是真是人地是因缘的不甚多须菩提若菩提又是如来不说的菩提多依菩提无故如来说的菩提多须菩提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佛也是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可以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一云来如来可以具足足相见佛佛也是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足相见可以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须菩提如无为如来作是名我当有所说法摩诃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而是为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身清净我我愿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须菩提白佛世尊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我愿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说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是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我无染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三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三法者如来说即非三法是名三法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三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之用不是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此具集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千佛的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喻说不能举起我的因而如当无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我作是念何以故是我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须菩提于一云何可以三世而相观如来佛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世而相观如来我愿须菩提若以三世而相观如来者但论三王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云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以不应以三世而相观如来而是世尊而说其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使人心切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若作是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说诸法断灭我作是念何以故阿
瓦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咒，于法无所断明相，须菩提若菩萨依般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是永不失。若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生于人，此菩萨圣见菩萨所得功德海已不虚不提。一诸菩萨不受不得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不得？须菩提菩萨说：作不得，不应贪着，是故受不受不得。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我，是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三男子三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虽为微尘，于一云何时为尘中名为多闻？须菩提，愿身多世尊何以故？若是为尘中，是有者菩提不说是为尘中，所以者何不说为尘中？即非为尘中，是名为尘中。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是有者，即是以何相？如来说以何相，即非以何相，是名以何相？须菩提，以何相者，即是不可说。南方佛子恩贪着其事。须菩提，若人言我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云何是人皆我说所以否？否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以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即非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瓦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咒，于一切法印度世至如是见，如是心皆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是永不失，若有三男子三女人发菩提心咒，此语是经，乃至是句句等说持读诵为人演说，其佛身比云何为人演说？不去于相，如若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说此经于长老须菩提，其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